新版的这个，现在我装的是新版的这个 Win10 1903的版本。看系统版本的话是在这个设置，然后在系统。左下角关于，现在是用的这个系统版本是 Win10 专业版1903的版本，最现在是 MSDN 最新的版本。这个软件的话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址，这都是叫 MSDN， 百度搜 MSDN， 第一个，这个网站叫 MSDN， 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微软原版的这个镜像，在这里边打开系统，在这儿找 Win10， 这里边有很多版本，最新版的就是1903来着，然后根据你想，这还有标准版，还有是一个企业版的，一个是标准版的。一般的话就是下64位，点上这个，点上详细信息，就会出现下载地址，用迅雷下就能下。下下来以后就可以安装了。然后呢，最新的它这个背景图面变成了一个浅蓝色的那个，变成浅蓝色了。然后它这个杀毒软件，杀毒的话在深，他去厕所了，得用，他在这儿呗，得到这个开始 Windows 设置里边有一个更新和安全，哎呀，然后在 Windows 的安全中心里边，这儿病毒防护中心，打开以后，现在是关着的，因为我现在装的是这个 QQ 管家，所以说它是关着的。害怕不？看，就在这儿给。管理设置，把这个关了。这是新版的1903的版本的话，用以前注那组策略的方式改已经不顶事了，就改得从这儿把这个杀毒软件关了。